现在咱们还不知道谁找谁报仇呢。来吧，来呀、啊！停！哎！他们是日本人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你是日本人，所以特地找了两位日本姑娘来陪陪你嘛。日本姑娘没有中国姑娘好。山本先生，这你可就说错了，你妈妈她也是日本姑娘啊。哎呀！